上官瑾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罢休？很简单，让我跟叶修都打一场，若他胜，我便把段羽雀送给你们，且自动退出四国大赛。若是我胜，封苍国主动弃权，且你叶修都对天立誓，此生不能娶青罗为妻。看来你们叶家的绝命剑法也不过如此，难怪当年的叶王会命丧于我父王之手。你说什么？楠楠，你没事了？娘亲，小爷是我的爹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人呢？他们说，爹爹为了救楠楠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老朽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能唤醒玉阳君，现如今雀羽已然用尽，恐怕玉阳君难以熬过今日。